是 Tiffany， 我是 Michi， 我们是 Tiffany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公司。没有啦，不是我们的公司。讲到好像我们买了一个公司家。然后我们现在的地点就是在新加坡的电视台，这个就是他们的 office， 也就是办公室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来这边是因为我们要参加一个颁奖典礼。跟大家说一下，新加坡其实就只有一个电视台，也就是叫做新传媒。然后今天刚好我们今天在这边拍摄，顺便带大家去参观一下这整个办公室的设施。走吧，走吧。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很多层，然后每一层呢都有不同的部门。这边有一个游戏区，然后这边你可以打乒乓、打球、桌球、桌球，这个就是我们姐妹俩时常会玩的这个。这边还可以打飞镖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一个 dance studio。哇！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健身房。然后我现在带你们去吃饭的地方。What happened to your hair? OK， 这些人不是我朋友，真的不是。你讲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。走，我们下去。所以这边就是给像我们 YouTubers 拍摄的地方。OK， 所以那个颁奖典礼要开始了，所以我们要快点回去了。虽然我们没有上台领奖，不过还是很开心。龙丽丽两代美女完成。我们坐在一起准备做一组，也参与我的好伙伴黄永军。谢谢妹妹啊，因为我们坐在这边，然后我们看到旁边有很多艺人。谢谢。你敢不敢一下我们去聊一下他们？真的有很多新鲜。就是我所说的，就是我们。如果你敢，我也敢。对于监制来讲，这种导演不会跟你 overrun 的。这么一个新人，我拍他的戏。头是蛮痛的，我也要赞扬，这也是我三十年拍最漂亮、最美、最有感觉的套装。我先透露你好了，美女，可以透露一下你吗？嗨嗨，你们在干嘛呢？我今天突然间发现哦，你的眼睛很漂亮哎，你也是很漂亮啊。不，我觉得我的眼睛比你好看。怎么说？因为我的眼里都是你。为什么你说这种话？可以帮我洗东西吗？洗什么？喜欢我，喜欢我。我觉得你有点怪怪的。我有怪怪吗？是真的，其实我是一个很怪怪的，而是奇怪的人物。对啊，我觉得你比较怪可爱的。哎呦，可爱的。哎呦，是因为心理准备吗？是什么东西？没有没有，其实没有什么啦，就是跟你聊聊天讲。OK。然后我今天其实是第一次见到你。OK。然后你知道我第一次见到你是什么感觉吗 ？OK， I see where this is going。OK OK， 什么感觉呢？就是很喜欢的感觉，很喜欢的感觉。OK， 是 OK， 可以 acceptable。OK 了，不要不要不要闹了，我给你变一个魔术吧。OK， 好来。OK， 你看，你准备好了？什么都没有啊？我变得更喜欢你了。哇！我变得更喜欢你。哇！这个，我可以参与这个吗？太有趣了。我很害羞。Okay， 你找你找，对啊，找阴影。找阴影很会找。很好。Tiffany。我今天见到你很开心，可是我觉得你有点怪怪的。哪里怪？我觉得你怪可爱。哎呀，哎呦！你哪里想来的？我要学。知道你的幸运数字是什么吗？幸运数字是五号。为什么？你比比看。你是不是在握我的手？你好，他
玩笑啦，我们认识很久了，他女朋友是我的闺蜜，我们算是很熟了。其实还好啊，没有啦，我跟他很熟啦，经常去他家有吃火锅有聚会的。OK， 乖，我其实没有什么啦，我只是想跟你说一下，我的儿子说你很帅。你的儿子？你知道我的儿子呢？不知道。哦，我儿子还没有出生，但是他跟我说他想找你当爸爸。你不要没有反应了，你没有反应，我不知道做什么话了。OK， 算了，没有关系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。好。我的心理准备了 ，OK， 嗯，就是我认识你这么久，我第一次发现你眼睛真的很好看哎、欸。你需要这么久才发现吗？不过我的眼睛比你更好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眼里都是你。等一下，我有点听不懂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的眼睛很好看。太谢你了。你的眼睛比我好看。对，因为我的，因为你眼睛都是我。对。所以你在讲我的眼睛是你，所以不好看。OK， next， 我们可以下一个人了吗？要不要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ebecca 林慧玲。哎，你也是姓林是吗？对啊。哦，你也姓林吗？哦，我之前是姓林。对，然后后来我遇见你之后，我姓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新加坡人。是吗？是啊。我觉得不像哎、欸，我觉得你比较像我心上人。好，我可以弄来弄往的。你想问你一个问题？可以。就是你知道？眼妆很漂亮。真的吗？你的眼妆很漂亮。谢谢。哦，都被你啊！你知道你的幸运数字是什么吗？我没有哎、欸，但我蛮喜欢七跟一的啦。还有二，还有二。不是，我看你幸运数字应该是五吧？为什么？你比比看。对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超尴尬的。我觉得我们刚刚站在他们的旁边，好像一颗番薯。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刚刚有点壮胆一下，蛮恐怖的。不过现在呢，我们就是要去吃一点东西。其实是不可以吃的嘞，你知道哦。很好吃啊。是 OK。没有问题啦，我们问我们嘉宾你。哎，恭喜你！哎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因为我认识很久了，认识好多年了，我们在发掘了他。对对他 OK， 来，我们拍张照来。OK， 所以我们今年的得奖者是 Tiffany。 奖了，怎么讲一下得奖？对，我们嘉宾，谢谢大家，真的很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走吗？走啊，还没有拆，快点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忙了一个下午了，然后现在这个活动已经差不多结束了，都已经在拆台了，所以我们差不多应该要回家去休息了。今天我们去的这个红星大奖是专业奖项颁奖礼，而红星大奖电视界颁奖礼将会在这个周日傍晚7点现场直播，到时大家最喜爱的艺人都会在那里，大家记得准时观看哦。所以迷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订阅我们，并且把小铃铛打开，这样我们发视频的时候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想看我们日常的话，记得关注我们 Instagram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我帮你吹，一二三，拜拜。